还是这么多？还没开门呢。可我还是想开这个。就是啊，你还不开门呢？怎么回事啊？好远站过来。哎，老板啊，开开门啊！开门啊！等了半天了，就是啊，生意啊。是啊。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吃不过来，吃不到啊！不是，就是快开门啊，老板。好不容易才训练出来的员工，全被姚子阳给挖走了。我正知道该怎么面对你爸跟王叔，突然一走了之，连备料都没有弄妥，外面的客人又嚷着要吃面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平安，你先别慌，你现在出去安抚一下客人，说一个小时后开门，让他们先等一等。我现在去厨房备料，给家里打电话，让能来帮忙的全来帮忙。我们就先这么办吧。若愚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就这么办。哎，来了吧，来了，出来了，来了，开门了吧？哎，老板，来了来了，快开门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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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来回来，各位请进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你们请，不好意思啊。就是，哎呀，真是的。各位不好意思。今天因为备料不及的关系，要晚一个小时才能够营业。为了表达我们的歉意，来场的客人都能够免费得到一罐我特制的酸菜。恭喜送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你好，周雨辰，哪位？我呀，哎呀，我是你老同学朱莉。朱莉呀，怎么样啊？最近在哪儿高就啊？找我有事啊？是这样的，从新加坡回来的几个同学啊，都已经找到工作了。他们说啊，我们好久没聚了，所以呢，想找个时间大家一起聚一下，怎么样啊？可是我最近有点忙啊，我不确定我有时间。这样好不好？我回头再打给你，好吧？哎，好。嗯。啊，拜拜啊。拜拜。哎，平安平安，切好锅，两碗面，一份拼盘，啊，快点快点，哦，好，抓紧点，欢迎光临，哎，来了来了，请，来这边两碗牛肉面，两碗牛肉面，好好，马上来，平安，啊，两碗牛肉面，好，马上来，好，好，来喽，两碗牛肉面，哎，好，那好了，哎，两位慢用啊，请二位，哎，稍等，那个，马上就来，哎，给这边加点汤，快点快点，我的面快点啊。平安，有一个外送啊，要三碗大骨面，还要两碟小菜，要快点啊！快点，三碗大骨面打包啊！加汤，加汤，还要加汤啊！欢迎下次再来，下次再来啊！谢谢，谢谢。哇，今天生意这么好，差点应付不来啊！三三，今天赚了多少钱？妈，三三三三，今天这么忙，辛苦你了。来，坐下来休息一下。好，我帮你按摩啊。嗯。哎，还有面吗？啊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的面卖光了，明天再来吧。啊，卖光了，我们开了两个多小时车过来的。哎呀，抱歉抱歉啊。那明天早点来吧。怎么样？去吃牛排。牛排啊？啊，好，好，走。哎，慢走，不好意思啊。关门。怎么这么多人呢？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今天的突发状况，如果没有你们，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哎，客气了，平安呐。做生意啊，发生突发的状况是很正常的。其实啊，这也是我们积累经验的好机会呀，不用担心啊。而且现在呢，大志还有汪勇他们现在很有时间啊，不会再出现状况了。是是，伯父，谢谢你啊。汪勇，啊，你的伤刚好，你要多休息，别累坏了。你不说我还忘了。算出来，你说现在咱们面馆生意这么好。我高兴还来不及，天哪，算不了什么。哎，今天一天我们赚了这么多的钱呢，每天都赚这么多钱，那该多好啊！看看看看，看你贪心的。其实啊，多亏了这个平安他啊，他把咱们的酸菜的口碑做得这么好。其实啊，是平安的辛苦，平安的苦，才有这么好的收获呀。这个可比数钞票要开心多了，对不对啊？对，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。我这怎么叫贪心呢？贪心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坏事。
现在要是谈心了，他就会有动力。他要是有动力呢，他就会想着付出。既然付出了，那这钱也就越来越多了。妈，努力工作又不是因为贪心，而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啊！我们每个人都要脚踏实地努力的工作。若愚说的对啊，我觉得我们呢，应该这个同心协力的把面馆好好的继续经营下去。以后啊，就变成那个叫什么面馆的托拉斯，啊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啊？我觉得我们的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呢。嗯，若愚说的好啊，你看看，平安跟若愚是厨师的专业，大志呢又懂得会计跟财务，以后啊，咱们全家人作为后盾，你们年轻人呐，你们的未来，你们的前途。一片大好。是啊，那这么说以后这钱就越赚越多了，是不是？那必须得赚钱。谢谢你们这么帮平安的忙，平安真的很幸运，很幸运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这平安不算是最幸运的，我觉得这里面最幸运的应该是我，应当非我莫属，非我莫属。是你呀，不但幸运，你还幸福。对呀。我问你，你跟菲菲的婚期到底定好了没有啊？最好是明天，我怕夜长梦多。你们看，你们看，你们舅舅啊，有猴急成这样的吗？就算是要结婚，你也得给点时间，让我们去买结婚礼品什么的呀。对呀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就依你们，我就延一天。只要菲菲呢跟我情投意合的，办什么礼数，该省就省，没有用。菲菲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嗯。这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行，只要你们同意，我们没什么意见，那就婚期延到后天，啊，必须后天。哎，好。哎，后天，平安，你的意思呢？啊，只要汪叔对妈好，妈开心，我都没意见。倒是，我迫不及待想把若愚娶回家呢。哟，这好办呢，平安，你跟若愚，我跟你妈。咱们同一天办婚礼不就好了吗？啊？嗯，我想等面馆的生意好一些再说吧。是，遵命。多好呀，多好呀！这些到底够不够啊？你让我想一想，应该够了吧？走，进去挑我们的结婚戒指。不用了，走吧。看一下也不要花钱，走吧，去看一下，走。欢迎光临，请随便看一下。哇，这些都好漂亮啊！你好，请随便看一下。应该都很贵吧？看你们一脸喜气，你们快结婚了吧？我给你们推荐几款钻戒。好。我们这里的钻戒都是 GIA 认证的，车工好，色泽佳，你们要几克拉的都有，你试一下。不用了。我们就随便看看，谢谢你啊。没关系，挑一款你喜欢的。不行啊，平安，这么贵，我不想你花那么多钱。别担心，其实我当初在新加坡打工的时候还留有一些存款呢，你就安心的选吧，试戴一下啊。要试一下吗？你看多美啊，简直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，一戴上它保证你这辈子都不想拿下来了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啊，这我这干活的手吧，戴着钻戒挺不合适的。那个，谢谢你啊，还给你。我的未婚妻很不一样吧，我也觉得钻戒配她太俗气了。想到了，麻烦你，请给我一对金镯子。金镯子？嗯。若愚，菲菲姨跟舅舅明天就要结婚了，我想把买钻戒省下来的钱送给菲菲姨一对金镯子。谢谢你，替我想到这些。啊，你好久都没陪我逛街了。我看这家店挺不错的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好啊，进去吧，走。若愚，你上班时间不安心工作，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胆子挺大，小心我回去处罚你。你
你身为餐厅的副总，居然用那种下三滥的手段收买客人，假装肚子疼，让平安背黑锅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刘云，我告诉你，你在那说的话，相信我开除你。我还没说完呢，你用你那几个臭钱收买了面馆所有的员工，你以为你这样做我能看得下去吗？所以请你放心，明天我就辞职。你李若愚，你现在觉得了不起了是吧？啊，你觉得自己钓上金龟婿了是吧？但是我告诉你，也许你钓上的不是什么金龟婿，只是一个草包，到时候怕你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你请你别用你那种想法来想我们好吗？你以为这世界上只有你这种势力的人吗？就算我们是草包很土气，但是我们活得光明磊落。算了，这种人根本不用理他们，我们走。谢平，哎，子阳。哼，我看呢，也只有你这种人配得上这个瞎眼的女人。我警告你，我们姚家任何的一切都跟你没关系，你不用惦记的，你不配拥有我们姚家任何东西。平安不配，那你配吗？那你为什么还要平安的旧爱呢？真正瞎了眼的人，我看是你吧。李若愚，把话说清楚，什么平安的旧爱，给我说明白点。你给我说明白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你拒绝爸爸接受他的旧爱，就是夏菲菲。李若愚，就算你想嫁给夏平安，你也不用挑拨他们兄弟之间的感情嘛。难道你想让他们两败俱伤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吗？周玉辰，你胡说八道！够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我们走。走。哎，你别走，你给我站住，站住，把我说清楚啊，什么意思啊？简直是莫名其妙嘛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别生气，瞧你气成这样，跟他们那样的人有什么可生气的啊？好了，别生气了啊，我们还是进去吧，给妈挑个钻戒。别气了，走。新上人结婚了，新娘不是我，谁能告诉我，我是该哭呢，还是该把新郎抢过来？啊！妈，妈，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来喝闷酒啊？你别喝了。玉娇，我们家是不是上辈子欠平安他们家了？为什么我跟雨辰的幸福全都毁在平安和他妈身上呢？妈，你没做错什么事啊，你和姐的幸福也不会被他们毁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一定是你爸。我爸？我爸怎么了？你爸年轻的时候常去新加坡跑船，有一次他醉酒驾驶找了一个女的，他肇事逃逸。我猜想那个女的一定是菲菲，所以我现在遭报应了，我就被抛弃。妈，我求求你了，别瞎想了行不行啊？哎呀，你少喝点，少喝点就会清醒了。我清醒，我清醒得很。妈，我知道明天是汪永娶菲菲的日子，从明天起，从明天起我的人生就没有指望了，我的幸福也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汪永，哎呦！哎呦！妈！
我喝，我还要喝。哎，你小心啊！啊！小心点！我不回家。来来来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妈，我要去找汪勇，我要把他抢回来。汪勇他家在，我要把他抢回来。冷静，冷静！你怎么不长眼呢？你喝醉了，你！亲家母。亲家母？怎么了？喝多了？对不起啊，姚伯伯，我妈是喝多了。妈，亲家公，你是菲菲的初恋情人，你为什么要抛弃菲菲啊？害菲菲抢走我的心上人，害得我这么难过，为什么呀？妈，你别说了，姚伯伯，对不起啊。我为什么不说呀？我跟平安一家人是冤家吗？我被汪勇抛弃了，无论如何，他们姚家都不能再抛弃雨辰了。好歹雨辰怀过平安的孩子，你让我说，虽然是平安的，但也是他们姚家的，他们不能再抛弃雨辰了。你说什么？他刚说什么？我是早知道平安是你的儿子，我们家雨辰就不用绕一个圈子选择子阳了，嫁给平安就好了呀。别说了，没有没有，姚伯伯，我妈喝多了，你别听，你别听她那个。我没喝多。孩子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已经被打掉了，没有孩子了。没喝多。没有啊。走了走了走了。我没喝多。希望你找到真正的幸福。执行长，有什么事吗？叫周雨辰进来一下。执行长，周雨辰今天出外勤。我说，早知道平安是你儿子，我们家雨辰就不用绕一个圈子选择子阳了，嫁给平安就好了呀。执行长，抓紧时间呢。姚伯伯，你又来干嘛？打扰了，我是来找平安的，他在吗？平安已经搬走了，他不住这儿了。搬走了？我警告你啊，你以后要找儿子可以，可是你不许再来打扰菲菲。哼，菲菲跟我们汪勇今天就要结婚了，不许你来影响他们的婚姻。车呀，走吧走吧，快上车吧。
时已到，婚礼开始，有请新郎新娘入场。棒棒棒棒，棒棒棒棒。汪叔陪着你，你一定好好的享受无忧无虑的下半辈子，天天开心。汪叔，我把我妈交给你了，你一定好好照顾她。我祝你们永远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一对。你放心吧，你妈的幸福快乐我要捍卫，你妈的幸福快乐比我的生命还要重要。王勇，说啊，舅舅，菲菲姨，我也衷心希望你们能够紧握住自己的幸福，千万别让他溜走了。嗯，是啊是啊，你们两个也算是苦尽甘来了，啊，人生苦短，好好把握，去追求你们的幸福人生吧。好，妈说的好。下面请新郎新娘就位。来来来来。新人交换戒指。可以嫁给他，威廉，你又跑到这里干什么？不要再破坏我妈的幸福了。他怎么来了？菲菲，你真的要嫁给这个你不爱的男人吗？你要想清楚，不要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。菲菲，你不要相信他，他已经欺骗过你一次了，他有老婆孩子的，你要想清楚啊，菲菲。我决定，决定嫁给汪勇了。你听见没有？可以死心了吧？是啊，威廉，听见没有啊？怎么了？我来打电话。威廉，好好好，
赶快叫救护车！你醒醒！快点！威廉，你醒醒！醒醒啊！喂喂，你醒醒！你好，是急救中心吗？威廉，喂，你怎么样？威廉，你醒醒啊！不要担心了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威廉，哎，怎么样了？怎么样？若雨啊，怎么样了？还在抢救呢。都怪我不好，才会害得威廉这个样子，都怪我。向平，你对我爸做了什么？子阳，你应该去问他，干嘛一直来骚扰我们？我爸要出了什么事，我饶不了你。听见我说话了没有？你平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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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打架，别冲动，这里是医院，别冲动。你为什么就不肯消失？只要你一出现，我们就不得安宁。妈。了呀！准新郎，准新郎，怎么人都散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原来以为我是一条命，换一桩婚姻，没想到人家的命更值钱。这姚浩谦呢，上演了一场苦肉计，都去医院。这么说，你的婚没结成啊？亲娘都跑掉了，我跟谁结呀？好了好了，别难过了，人都走光了，我是专程来陪你的，有我在，别伤心了啊，别难过了啊。没事没事，徐丽，你想不想喝酒啊？好啊。好，今天我请你，我们一醉方休，我陪你到醉。好，走吧。病人因为情绪受到刺激，引起心肌缺氧，经过抢救，虽然现在还在昏迷中，不过状态已经平稳了。等他醒来后，你们尽量不要再刺激他。医生，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应该就这一两天吧。我可以进去看他吗？可以。我也要去。妈，算了吧，不见也罢。
没关系，只要威廉没事，我们就放心了。是啊是啊，菲菲，既然他没事，那就行了嘛，对不对？不让我们看，我们就不看，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那个望永还在面馆等着我们呢，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，哦。哎，是是，我们先回去吧，啊，走吧。回去吧，啊，走。王叔，舅舅。王叔，望永，舅舅，望永，人呢？望永呢？人呢？是啊。我找过了，厨房也没有。太奇怪了，电话通了，但是没有人接。哎呀，这汪勇会不会钻牛角尖儿？想不开啊！不要乱想，说什么呢？我不应该丢下汪勇一个人，是我不好，每次都害他伤心。妈，你别这样，没有人怪你。菲菲姨，你别担心了，有可能舅舅是回家去了，没有听到手机响呢。汪勇的命运怎么就这么坎坷呀？好了好了，现在愁眉苦脸也没有用。哎，菲菲啊，你也不用太着急了，我现在呢跟裴云去找人，你们留在这儿，说不定汪勇啊一会儿就回来了啊。哦，走。对对对。不爱你了，为什么我的心还是那么痛？威廉，你有没有跟我一样觉得心痛呢？姐啊，我问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外头呢。外头？外头是哪儿呢？你赶紧回来吧。好，你别着急，我马上就回来啊。安娟到家了，你好好睡吧。
你可不能走啊！我们俩缠绵了一天，事到如今，你要对我负责任呢。啊，徐林，徐林，这大白天的，我可什么都没干。你都吻我了，还说什么都没做？我？你不相信啊？那我拿给你看啊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这明显是你在强吻我吗？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啊！明明是你吻的我，你还不承认，我真的是不值啊！我还强吻你？我跳进黄河我也洗不清，我这……我守身如玉，冰清玉洁，我守寡这么多年，我的初吻义无反顾地献给了你，你得对我负责任。我心里已经有别人了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别这样。我不介意啊，这样才有挑战性。哎呦！停，别动。徐丽，这事儿我们改天再说好不好？改天再说。徐丽，雨辰回来了。我的妈呀！王勇，你别走啊！王勇，王勇，反正你得对我负责任。什么时候才肯来到我心中？你可知道，我的心为了你伤痕累累，是多么需要你为我疗伤啊，菲菲。你总算醒了，这是哪里？这里是医院，你昏迷了一夜，喝点水好吗？啊？昏迷了一夜？那菲菲她……我待会还要开会，先去公司了。你在这里好好照顾先生，千万别让他跑出去。记住医生的交代，待会儿有几项检查要做。好的，先生吃早餐了。